早安，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我首次在我的新家开场。今天呢我要带美国姑姑还有我爸跟一些马来西亚的堂弟妹们去南投，为期3天2夜的旅行，让我们接着看下去。还是让你出一下镜头啦，毕竟这3天没有你，要让大家看一下你帅气的脸庞。对啊，这个还没有整理。你也还没整理哦，你生病不能去玩，对不 对？那你要在家好好休息哦。对啊，可是我爸说我可以去，很像一个 museum 的中文叫什么？你要去博物馆是不是？对。那你不要太伤心，你下次回台湾我再带你去一次。好。打勾勾。哦哦哦哦。哎、欸，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呢。谢谢。兴奋吗？非常兴奋。嗨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他们三个呢，就是约在台湾玩啦。哦，都你们三个，然后不理姑姑这样子。对。你都被丢在旁边。I don't care。今天的第一站呢，我先带他们来填饱一下肚子。这一间是位在日月潭附近的，叫做日月餐房。号称啊，我查的时候号称是日月潭最狂的台菜。我昨天打了一整天的电话才预约到，而且也没有预约到我想要的时间。今天是平日哦。大概拍一下他们的菜单给你们看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它还有一些比较当地一点的特色菜，绍兴竹筒虾。我查资料的时候说这边很有名的是总统鱼，但是因为我们比较不吃鱼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点。我觉得它的餐具都很有创意，饭勺是这样子的，装完饭以后啊，可以舒服啊。你舒服点，脚痒的时候你现在舒给我看，快点，100块。台湾人最喜欢讲真的假的，然后美国人就会讲 for real， 然后马来西亚人会讲 for me。来哦，白饭超累哦，只是他平常的一点点小量而已。就直接这样来吧。他早餐其实就这样一碗了、啊，中餐要3碗，晚餐那是用来装稀饭。不然你觉得我的重量是怎么来的？但是我还是要讲，我胖。骄傲，每一道菜都蛮好吃的，但我最惊艳的是它这一道咸猪肉。我刚刚夹了一块满满都是肥肉，但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可怕，而且是那种很像猪脚的胶质感。请问你给这间餐厅几分？总分是几分？100分。89，这样算太高吗？偏高，偏高啊。那85，80，80。第一道我们今天要下它的 villa 叫做牛眠普里，这一间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。现在我的这个美国姑姑大驾光临，肯定要帮她订一间好的，但是已经快要下雨了，非常我的风格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，这边是常下雨的吗？没有啊、欸。我们刚刚一踏进 villa 就打雷，是怎么样？没关系，遇水则发。开始今天下雨，像昨天天气整天都蛮好的。谢谢，谢谢你跟我们说，谢谢。我们这一次订的是2间4人房，一间是 Villa 花园，一间是 VIP， 两间都有家人，然后还有晚餐，总价格是67750。现在在选明天的早餐，有6个主餐，来你念英文给 JJ。Scrambled egg with truffle, French omelette with bacon, sunny egg, over egg. What's over egg? Over easy egg. It's like more runny. Is that actually他们三个呢，就是从小玩在一起的，现在大人已经打不进他们的世界里了。他们现在就是最讨厌大人跟着他们的年纪。没有，有，我对他们来说就是大人了，我已经大了10岁了。Ariel， 你带雨真的是，我不是带雨，我是带水则发，你加我才叫做带晒。你晒我不晒。我们先开箱第一间，第一间是花园 villa 房，我们就交由姑姑来开。你已经会。会开了，你会了，你走。怎么样？一进来怎么样？一进来就哇！这边是 living room， 然后它的 couch 看起来很舒服，而且非常的 stylish， 就是很就好。然后往里面走，整个 villa 感觉上就是很 minimalist。你们在后面翻译，简约风格。反正整个感觉就是很 minimalist， 然后很像巴黎。再来。再走进来要看到这个，这就是。非常康，反正就很棒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一个淋浴室，然后它的那个厕所是分开的，所以你噗噗也不会臭到别人。会，因为它上面是空的。OK， 那就吃多一点蔬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看它的这个叫什么？浴缸。这个浴缸就很像那种杨贵妃，像我这样肥肥的杨贵妃出浴。而且很酷的是，它这边所有的植物都是真的哦。我以为这浴缸很深，就没有很深。
也是可以这样泡的，是足足有余，而且它旁边的这个感觉非常棒。OK， 你看他们这边呐、啊，反正它整个 villa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高级。我一直在重复讲一样的话，反正就很像巴黎就对了，然后就很棒，然后你们要来就对了。耶、yeah, ，你开箱完第一间了，他连这个我。你真的跟我好像哦，他连外面的走廊都做得超级直塞，而且走出去的风景就很舒服很舒服，如果没有下雨的话。我很生气 Ariel。 这一间第二间我们订的就是更大更贵一点点的，它叫做 VIP Villa 房，这一间也是交给你咯。翻译团队准备好了吗？对 Ariel 的观众们很抱歉，因为我不会讲。欢迎光临很大。哇、wow, 这个是哇、wow, 这边就是一个滚躺区。滚躺区不是，刚刚服务人是说卧榻区、oh, wow, wow. 滚躺区这个如果有小孩子或者是一群人的话，这个实在是太适合。还有一个 Dyson Dyson 的那个电风扇。 Dyson 电风扇就是很流线型，但是不怎么凉。 Living room， 然后它沙发也是跟那个隔壁的一样。我很喜欢它这个沙发，因为有没有跟我家的很像？有，就是很 minimalist， 很有质感。对，质感。它的门也很有质感。接下来再往里面走，这边就是睡觉的地方了。有一个大床，还有一个小床。然后小床就是如果是有一个小孩的，因为现代的人很少生很多小孩，像我就是只有一个小孩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是现代的人哈？我是现代的人。OK， 再往里面走，又是另外一个房间。你看你转过来，它两个门都可以拉起来，就变成独立的个人房了。要开放也可以，要独立也可以。对，就是这边是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小孩，这边就是阿伯阿静。你看它的风格是不是很美？而且它两间房就是两个浴缸哦，两套卫浴，泡澡盐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。什么 spoon 滚汤匙？快了，你快结束了，再撑一下。这个 table 呢是 mid century 的 style， 另外一间浴室长得差不多，但是它的好像洗手台这边又更大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很像巴黎，如果不讲的话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这里是巴黎？ Yes。在你介绍的同时，我已经听到外面的雨越来越大了。真的，真的，你真的是很讨厌呢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们看到没有一道彩虹吗？在山里，你看吧，下雨是好的吧？好大一道，而且现在天空呈现黄黄的，天哪！我们现在要去吃下午茶，其实走过去大概20公尺，但是我们要贯彻能躺绝对不站的道理，因为我们是躺躺 league， 躺躺联盟。虽然现在天气不好，但是他们上面的游泳池真的是超级超级漂亮，而且很大一座。如果你游到那边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整个山谷的美景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漂亮。如果出太阳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晒一晒。我们先在泳池边呢吃一下下午茶。Cheers！ 让你们在台湾玩得开开心心。哦，真的是酒啊，我还以为是果汁呢。如果现在没下雨，你也不会下去游泳。那如果没有下雨，太阳很大，你也不会坐在外面。所以你不管有没有下雨，都是这个状态嘛。没有下雨的话，可能会走下去看一下。你不会走下去，你会觉得很累，因为我们是汤汤 league。虽然说天气。没有很好，但我觉得大家坐在这个吧台里面喝东西，吃点小点心，我觉得也很不错。我们现在要从泳池走回去 lobby 吃饭了，运动到了。对，而且我们这样打破了汤汤 league 的规则。我们的规矩是 half mile 就是太多了。That's the half mile. It's okay. 我们真的好烂哦。现在就是我们的晚餐时间了。入住之前就要先把主餐订好了，然后还有驻唱歌手在这里唱歌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气氛。是一整个套餐，有沙拉，有面包，有汤品，还有主餐跟甜点。大家在拱 JJ 唱歌 ，JJ JJ Jennifer Jennifer， 我姑姑要唱歌了，意思想听吗？想听吗？想听想听。你叫做本本对不 对？你要跟小本本一起唱歌了。好听吗？好听。
我不是 professional 的哦。他叫你什么？姐姐。今天变得那么会唱了，你都不害羞了呢。我本来都很会唱歌的，以前都混 disco 的。超级捧场的姐弟俩。现在这三个小的也被拱上去了啊，嘴嘴已经在清喉咙了哈。哦，我起鸡皮疙瘩，哎，这是什么画面啊？太感人了吧！谢谢本本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晚。这个感觉太棒了，这个氛围，怎么感觉你像在圣诞节的感觉？是不是觉得你儿子帅爆了？我爱他。怎么这么会生呢、啊？没道理，你可以生出这种。准备来到了最后一首歌，就要跟大家说晚安了，让大家欣赏这一首歌一下，短短的就好，因为有版权的问题啊。就在本本的歌声当中呢，就跟大家说晚安啦。你跳给我看，一二三，阿妈滚，一二三，阿妈滚，阿妈滚，阿妈滚，不要让小孩喝太多酒，喝酒不好哈。喝酒好吗？不好。对。Yeah, don't drink and drive. 对。Don't drink at all. 大家晚安。